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中国传统戏曲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对应一身独特的服装，演员表演时头上戴的帽子样式也是千变万化，内行人管它叫盔头。李继宗做盔头的师傅。我退休这么多年，只要北昆拍戏没有一次不找我的。哎呦，你好你好，王老师。盔头哪来的？哎呦，好好好。都说了咱们又拍新戏了，脑袋上的东西还得找李老师。